盖子拿下来，把摩托放上去，按一下这个离合器，红色是一档的，绿色是二档的，长按关机。充电的话是从这尾部插进去就可以。充电没满的话是红灯，充满是显示绿灯，到时候把它拔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海绵圈的替换的话是这边拧开来，然后里面吸附的皮屑啊都会到这里面来，到时候把海绵拿出来清洗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的。